紫色防弹衣。暴击率提升，剩一下。哎、欸，有霰弹枪哎！刚刚有不是有人在问吗？有了有了有了，但是它是装，它装在 AK 上面了啊，没差啦，没差没差。哦，哎、欸，它那个，哦。原来这颗星星是代表特殊能力的那个词缀啊， 2.2% 的几率回血持续5秒，哦，这 3.48% 回血，可以回血这样子啊，求生欲望超强，哎，我到营地了，哎，哦，终于可以跟妹子缔造一个甜蜜的家，哦，啊，怎么会有一个死白人在那边？完了，原来这个家不止我，还有这个不知道是谁的，哎、欸，居然有狗哈士奇，瑞比，汪汪汪，真是只可爱的宠物。瑞比很厉害，它可以轻易消灭掉僵尸，相信你会遇到属于你的宠物。宠物系统哦，你好，我是贝尔，大家都叫我贝爷。丰富的蛋白质。你好，我在电视里见过你。靠呗，这样不会有版权问题吗？不会有肖像权吗？不是版权，不会有肖像权吗？这是我的营地，我是个生物专家。好，他应该教我怎么浇水。哎、欸，什么东西啊？这全部都是阿贡的阴谋啊！来了，阴谋终于展现出来了。小恐龙30块钱会帮你捡东西。往日不在的摩托车，啊，讨伐尸海。这个是副本欸，每次进入需要消耗一把摩托车钥匙哦，健康值就是这样来啦，原来不是幸存者是我的啦，我有200体力啊，然后需要一把钥匙啊，我有没有我零把哦，可怜哦，累积熟练经验值提高熟练度等级，熟练度等级提高可以提高物资获取数量，战斗结束有几率获得僵尸总部地图，战斗中遇到物资箱可以随机获取紫色或金色瓶子，哦，打宝副本装置共有4种，装配装置会增加相应的主动技能，熟练度大于5级后消耗3把，可以快速探索一次哦，所以说它这个熟练度是累积制的，当你副本越打越多、哦、就会最高就是5等满。满5等之后呢，以前满5等之后你可以用3把摩托车钥匙直接变成一件探索一件副本。哦、前提你要有3把。啊，如果你不想要一件探索一件副本的话呢，那你就用1把、哦、慢慢的花你的时间去敲、哦。看你是要用钥匙去换时间还是时间去换你的钥匙跟你的装备，大概就这个样子。进入20级哦，原来20级哦。哦，这个一看就是恶灵古堡4的商人嘛。Welcome！ 哎、欸，我有5000多个金币哎、欸。哦，320，哎、欸，没有没有没有，那硬币跟金币不一样哦。好吧，我想说我可以买稀有宠物箱说，妈的。氪了就可以破50万订阅，真假的？宠物不宠物能不能攻击？氪下去就知道了。乐国就30了，30块可以拿来抖内。了解。哦，大不了嫁给你，要不然天天氪我都看不下去了。什么？你要嫁给我？
你这是一个深情的告白吗？啊，怎么突然莫名其妙被告白的那种感觉？霰弹枪子弹哦，待会吧，我先看一下，什么克300，下一下就赚回来了。哎，16,000啊，没有钱，好吧，先哭。霰弹枪子弹。啊，只能买一次啊！好哦，既然都只能买一次了，那就买一轮好了，好不好？手枪子弹不用了吧？我们再对话一次，没了欸。开，这什么啊？攻击时有1.4%的几率，立即向随机的方向敌人发射4颗火球，命中敌人造成伤害并点燃。原来这个哦，当靠近可搜索的物品时，有10%的几率自动搜索。原来它的配件是这样子玩的啊。装啊，那装了可以拔吗？卸下，欸，可以耶。我的霰弹枪会有 magic，会有火焰魔法，小心一点啊！啊，你们这些低贱的僵尸们，不要惹我，我告诉你，这里，哦，可以选择章节，哇，我还可以回头刷东西哦，这么的 nice 啊！啊，有没有刷装备的点啊？没有欸，第一章普通。普通章节正常属性生物，普通章节正常掉落率啊！我可不可以选困难呐、啊？让我敲个困难行不行？看来是不行的。我们去下一个章节好了。哎呦，这个戏剧图做得不错哦。第四章，小镇寻妻。哦。哎、欸，不错哎、欸，这个散弹枪搭配那个配件，我真的觉得不错哎、欸，还蛮赞的，有火属效果，就会像我们现在所展现的一模一样，砍砍砍，然后放个盾，然后跑，放个技能，放个地雷，砍砍砍，跑，砍砍砍，跑，放个技能，放个地雷，好，一直不断的 again。然后就会开始变得有点无聊了，变成刷装 game。那开始你啊！他还召唤小野猪，这只野猪看起来这么可爱，一点也不像只僵尸，你知道吗？然后居然是被做成一只精英，有点可怜。而且哪有一只野猪被霰弹枪开了将近20来发还射不死的？有点猛，这个怎么看都是一只野生的猪啊！如果你是说魔化野猪，那你最起码皮肤弄个黑色嘛，眼睛弄个红色嘛，啊，看起来才会是一个可敬的对手，啊，不然就一般的这样子野猪冲过来。啊！动保团体会不会来找我？虐待动物，收起来！哎呦，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哎、欸，啊，这种为什么这边会有这个？哇！你他妈的枪，僵尸会开枪？所以说，你到底是不是有保有人性啊？看，太扯了哦！开枪都做出来了啊！问男啊，也是啊，他那个第一章节
试完影片就已经有僵尸在操作机器人了，这个会开枪我也不意外了，好不好？都还没有心理准备。这个游戏里面还有小孩子僵尸欸，萝莉僵尸你们要不要？什么杰森夫妇？想不到有一天我会亲手把他捏爆。啊，杰森夫妇的两个孩子，没想到也变成僵尸了。两个女儿，全世界的警察都同一个妈生的，长一模一样。僵尸模组都差不多。哎呦 ，Game Boy 耶！这纸条。亲爱的约翰，外面发生很可怕的事情，手机都没有讯号，我无法联络你，我很担心安迪，我必须去接学校，去学校接他，你回来尽快找我们。我老婆事发，疫情爆发之后，我老婆马上就留了纸条，然后现在我老婆去学校接安迪，好，然后呢，要我们现在尽快去找他们两个，学校 school。要去 school。这是他家嘛？对啊，这个是他家。我们回来找我们家人了，但是我们家人早就已经冲去学校，又有精英怪了。哦，不是精英怪啊，看错了。看来老皮准备了充足的弹药对付这场灾难。啊，是老皮啊，老皮是你儿。阿宝，你有没有看见我的子弹？你有没有高潮啊？哦，真的很多欸。皮特的反击似乎无济于事。啊，死掉了。到底是叫老皮还是皮特？哦，老皮是老皮是一个昵称，那个亲昵的昵称啊，他实际上叫皮特啊，原来不是我所想的那个老皮啊，不好意思啊，可怜的皮特，为你默哀三秒钟，你的东西我拿走了。每当我使用的子弹都会想起你的。每发一发子弹，我都会喊皮特两个字，皮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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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自我最亲爱的皮特，受不了，敲一波，欸，开始有变硬了哦，我的血量居然被掉到剩下一半了，干净的长刀，哦，哇。173暴击伤害 1.2 命中率 0.4 暴击率提升 1.4 欸，这伤害比较高欸，而且掉宝率加 4%， 有 1.5 的几率冰冻敌人，完了完了，虽然这把看起来非常的炫炮，可是呢我们要换下来了，伤害上还是有差啊，换了一把干净的长刀。那到底是有多干净啊，身上还有血迹哦，啊就叫干净的长刀妹，你可以假装看不到血迹啊，对不对，给他一点尊严嘛，他身为一个沾染污渍的长刀已经很可怜了，为什么还要戳破他的谎言，我们要有善念。我们要假装他是一个干净的长刀，好，搞不好他的生命已经寥寥无几了，对不对，让他走完最后一层嘛，搞不好等一下就要把他换掉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让他，哦，在最后仅存的这个生命里使用他的生命力，让他快乐一点。搞不好等一下没多久就要换掉了，然后就要把它分解了。你知道刀的生命很短暂吗？讲得好像我了解一样。哎，换点了。哦，好帅啊这个。哎，到学校了，终于啊。
终于到学校了，各位。This is Andy's school. 这里是安迪的学校。It's bigger than I remember. 哇，还真大哎，真的。I need to search this place top to bottom. 哇，这么大。I hope I can be with them again soon. 你儿子拿着无限手套打死了他，然后之后就问要就，然后之后那个谁，神盾局的人就来问啊、哦，要不要来加入复仇者联盟？哇，这学校全部都小孩子。放个地雷。完了完了，这个要美国，在美国要被禁了。残杀小孩啊，应该是被屁孩打死的老师。哦哦，谁胜谁胜 ？No， 这个老师要报仇啦！我叫你好好上课不上课？哦，老师气到直接拿刀烤我了。哇，他会放那个定身术哎！啊，老师不好意思了，老师，老师对不起，我的错，电脑变成子弹太神了。对啊，为什么电脑会变成子弹？啊，为什么路边的一个垃圾桶，妈踢倒就会喷子弹出来？啊，这个学校非常的不安全，虽然乍看之下已经不安全了，但是呢，在还没有瘟疫爆发之前，病毒还没有爆发之前，就已经不安全了。子弹到处都是子弹，到处都是子弹，你看，你看，你看看，感觉学生火力比军方强，怎么办？啊，其实这里是军事学校，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其实像想想也合理耶。我们这个男主角约翰，他现在是个工人，他以前他的前个职业是海军陆战队，对不对？他的儿子是不是有可能会被送到军校？所以说我们要说他的学校是军校，是不是很正常、合情合理？有子弹可以。正常，正常，正常，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书里面要放木头呢？我不能理解了。所有幸存者立即前往教堂避难所。我们要找到他们去避难所啊！之后会有助手来帮忙，但是超耗医疗包。就是说我们要照顾那些该死的幸存者。好哦。看样子这里有许多幸存者没来得及带走物资，你看，你看，我就知道，看这里的人沦陷了，有没有？然后依旧没有找到我们的老婆跟小孩。如果那么容易找到的话，他们就要换别的剧本了。搞不好这个游戏到最后的结局就是找到他的老婆跟他的妻子，不是什么老婆妻子，不是同一个吗？找到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哦，然后呢？就结束了，然后就可以继续玩困难模式这样子。Where are the survivors? 我靠，利卡哦！ Two disgusting corpse munchers. 好像利卡哦，是利卡吧 ？There's an entrance to the crypts beneath the church. Maybe Anna and the others took shelter in here. I'll deal with these two monsters. 有没有像是恶灵古堡？开个盾，硬 A 看看。搞不好我还打不赢欸。哇哇塞，贯穿哦，穿起来，穿起来，脚底抹油，打游击战可以啊，还会召唤小丽卡。欸，我可不可以不打，直接走那个传送门下去啊？他那传送门已经显示出来了、欸。我、哦、还好，还好，还好。我顶得住，我顶得住。
哟！哦，好爽，大胜利。好吧，拆掉。好了，秦家荡产，都没啊，我被造啊。总不能拆解后拿到资源，可以啊，拿到了数量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吧。刚刚我看到，装备箱开起来，啊，蓝色开到紫色的，我算运气好吧？但是怎么又一模一样啦？连续开到两件一模一样的几率，我问一下，这是怎么算的？连续两个。开到一模一样的几率，哪里过来？有机会变成装吗？就是有机会会有这个，有机会会有这个星星的符号。这双鞋子是刚做出来的啊，然后它就会多出一条这个传奇的词缀啊。我刚刚上衣没有做出来，没有做成功，就没有这个传奇词缀，有点可惜，小可惜啊。啊，这边不知道怎么有一个神父在这个地方，你不要跟我说你在信教哦。嗨，你好，这都是幸存者吗？要不要信教？老先生，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是这里的守墓人，在这里守墓已经很久了。现在到处都是怪物，你自己非常危险，你知道吗？我瞎了，无法看见他们，但是我听得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来自地狱的声音。你有遇到幸存者躲过来吗？我在找我妻子跟女儿。安迪到底是女儿还是儿子啊？好啦，算了，把安迪当成女儿算了。啊，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他们。好啦，安迪他的这个翻译听起来像男生的名字。可是可能英文名字叫做安迪。Andy, 地是那个什么地，罗曼蒂克的地，好不好？然后给他弄成安迪，听起来超像男生的声音，男生的名字。有不少幸存者躲了过来，但是我看不见他们的样子。不过确实有小孩子的声音，我不能告诉你确切的答案。哎，现在谁也保护了你，会跟我走吧？不，我要一辈子守在这里，这里很古老了。他要召唤我留下来。哦，好，守墓人呢，忠心耿耿，守到天荒地老。守墓结局，等等会有集会所，有没有要进来一起打魔物啦？啊，集会所之后可以扫荡拿素材，哦，这一贯的手游作风，扫荡卷。啊，你的伤势怎么样？我不要紧，这是幸存的老人，大部分的人都死了，我和少数活下来的人，我和少数人活下来，但是我跟丢了人群，他们往深处走了。让我想想，人群里面好像有一对母子，不过我不认识他们。哦哟，有可能哦，有可能是我老婆跟我的女儿哦。啊，如果不救会怎样？我会变成嗜血残暴的生存者，这样子吗？这剧情很像之前老头玩的那个挖墓园哦，那个《牧场物语》守墓版本，牧场物语是那个坟墓的墓，有没有？有点像，可是我没有把它玩完，玩不下去。难道是未来 BOSS 的前兆？我不知道欸，我都乱讲的。六小时一次也太久了吧？啊，这边为什么会有一个博士啊？他说他不想被僵尸吃掉。就这样子啊，有什么影响吗？好像并没有，只是拿东西而已啊。啊，算了，反正有东西可以拿就好了。
欸，赛季开启，欸，他刚刚那个音效不是暗黑破坏神的音效吗？他那个音效不是暗黑破坏神登陆时候的音效吗？靠杯，我应该没有听错吧？老头，我发现木棒是明日之后的铁丝球棒，是这样子吗？参与赛季任务，提升赛季等级，领取赛季奖励，兑换丰富物资、折扣券，可以打折，通行证非常划算。领取。哦，开始，欸，哇，有 Panda 欸，可是他锁起来了，干。金币999，金币330，高级通行证，解锁精英任务，快更快提升赛季等级。多少钱？哎呦，后面越来越凶喽！他前面只开四格，后面现在狮子大开口。我要当课长了吗？这个游戏。我至今玩的还蛮开心的啦，啊，我是玩的还蛮开心的啦，哎，欸，使用可以 5.5 折，超划算，哎，欸，不过他还蛮佛心的呢，他直接给你这个折价券呢，啊，是课长的味道啊，啊，好香好香，哇，是课长的味道，是课长的味道，哦哦，我有Panda了，哈哈哈。哦，可以哦。哎，欸，还有橙装哎，橙舞哎，给你们看爽一波好不好？哎，欸，还有橙色的帽子。啊，他没有一键领取啊，哦，啊，我就这样一直一直点，一直点这样子哦。橙色的电刀呢？哦，哦。哦，停了。那这样子，我金币还可以跑去买其他的哦。击败敌人获取经验值 1.2， 对可破坏物件提升 11%。我们带 Panda 出来好了。啊，可怜的这家伙柯基，这把它卖掉。欸，他宠物任务是什么？哦，立即充值一个档位，一大堆金币获得，然后可以领取哦。我可以领哈士奇。哇塞，橙色机械小恐龙，一袋金币获赠。哇，你看，我们把我们干净的长刀给换下来了，这个也是两个传奇词缀啊，太神啦！一个瞬间不知道我该从何起从了，你知道吗？东西太多，我消化不了。等下会不会一路捏啊？一路捏到底，我的血有16000，那也太多了吧？居然，哦，那该不会是我女儿吧？往前跑了，这和刚刚是同一款游戏吗？氪金之后是另外一个领域了，有氪金玩家跟没氪金玩家的区别。哦，我已经进入神的领域了，还不快谢课长？还不快谢课长？啊！这位英雄，感谢你救回那受伤的老人。您过奖了，神父，你英勇无畏啊！期盼已久的救世主啊，你可以留下来帮助更多的人。我可以帮助大家，因为我氪金了。但是我正在寻找我的妻儿，我非常担心他们。原谅我老花眼，我都记不得，逃离人群中是否有母子了。啊，好，阿门。哎，有那个，哎，哦。原来他是成就哥哦，啊，算了，这个就是有他就会让你解掉了啦。哎，这跟明日之后还蛮像的嘛，我觉得。哎，不够，可以。所以说那时候我在吐槽说这个游戏的那个饥饿值跟这个游戏的水分是多余的，其实我觉得。我要更正那时候所说的，
他会多这两个选项，一方面是要让我去消耗之外，那些素材也可以拿来上缴给幸存者。啊，终于一切说得通了，为什么要做这个系统？一切都说得通了，原来是这样子啊！哎，哈哈哈，别看我老了，但脚还是很灵活啊！不是要死守墓地吗？你有绿色的 ADA 啊，放过他吧，这样子。年轻人不必为我操心，我曾经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我曾听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可是一下子想不起来。等我老糊涂想到时再告诉你。通关普通难度再来询问。通过前一章后可进入。哦，了解。我还必须用这种方式啊，自己过来这样子。这什么东西啊？光剑礼包？为什么我有光剑礼包可以领啊？任意储值金额获得。我刚刚那个储值有算进去哦。哇哈哈哈！干净的光剑，哇塞！啊，为什么这把看起来那么废啊？3.1%造成310%的伤害。然后这个是增加怒气70%，稀有道具啊，这个差一等，一个是金色的，一个是蓝色的，但是这个伤害比较高欸，装一下好了。靠北，那干净的电刀没有屁用了啊！我还为了你氪金氪三小，随便的。It's terrifying down here. 哦，按住不放就好啦。Wouldn't be safe in a place like this. 现在我这个神装是可以直接压倒性压制这张土，这什么东西啊？哦，氪金王者没有在怕这种东西的好吗？拜托，氪金王者啊，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氪金之力啊！没有在闪的好不好？等什么？去，继续往下走。地图也太大了吧！西内，看广告一下。妈的，计划通，居然是台哥啊！应该是不会再走错了吧？那这大迷路欸。有，打完了。哦，终于啊！果然是氪金之翼。蜘蛛吗？让我猜，是不是蜘蛛？果然是蜘蛛，献上你的鲜血吧！杀杀 KO！ 哦，那是心脏。哦，氪金之力展现出来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氪金之力吗？哎，为什么那看起来像 J 胖啊？是螃蟹。啊，今晚吃螃蟹了，加菜。还要把这个敲掉，真的是。结束你！
都掉蓝色的欸。J 胖，特殊幸存者。欸，他真的是 J 胖欸，他真的是 Steam 的老板欸，靠呗。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先回避难所了。哦，天哪、啊。哦，好吧，休息了，休息了。